expression. No, never give it up. Well, you hurt and you want the armor, and you will just show anyone who will try to harm her. What happens when you come out, trip around to rap you, and when I just see you, you just spite you. What happens when you become the man, so little pimp? Then you roll him man, then yellow grass plant. Then he wears mommy, I can't find mommy, where is she? I don't go play, how do you make me feel? Then you ready to start on the side, running yourself. I give up on the dog, you got to feel open yourself. Oh, my turn, la. Oh, sorry, I don't know. 这首歌我发现它很好唱，很好唱。我很棒啊，刚才这个小姑娘放开了，我觉得她刚才比上刚上来好多了，一直追着咱摇笔走，哎，肢体语言有了，哎，我们这个舞台还能让您进步，还很不错啊。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然后在学校参加也很少，然后我看这个帅哥师兄看见帅哥就来劲儿了，是吧？我们两个一个学校的。我就刚才我在下面跟你讲，我好像我见过他。我说我见过他，我看我今天也是放假好长时间没出过校门，我说今天溜达一圈去吧，去个丹尼斯。你们的前情后缘就不要再续了啊！不是，有一句话叫防火防盗防师哥嘛。你这录完节目吃个小饭约个小会，咱都不管你，咱那个到时候再说啊。好，那这位美女呢是唱了55秒可以获得由农夫山泉提供的饮用水，谢谢谢谢你。来，我带你下去颁奖去。好，跟着这位帅哥走，跟师哥走。早知道爱你注定是无尽的犹豫，我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谢谢。虽然你很辛苦，我看到你很早都在这里等。可能因为天太热了，所以嗓子有些干，所以说到高音的部分，唱的有些挤，而且前面的音准也不太好。你唱了深呼吸，你上台之前为啥不深呼吸一下？有点紧张。该高的地方没高上去。好，结果我差一点没呼吸进来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差点背过气去。背过气。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好，哎，这位选手请到我身边来。您的演唱时间呢是27秒，其实这个时间可能不是很长，不过没关系，您同样可以获得由艾德森电动车提供的礼品一份，来，请到台下领奖，谢谢您。这边下不去，这边走。很多选手都找不到自己的路在哪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着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激凌。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我们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现在我谢谢评委老师。我觉得你还是挺会唱歌的，很投入。这首歌是谁的歌？温岚的。温岚的啊，勇于挑战女性唱的歌曲。我觉得整体 你看着很男人呢，不过他这个歌唱的也挺男人。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充满亲情，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出众情，然后非常喜欢这首歌。从第一次听到以后，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一直就平常就喜欢练这首歌唱。你很有男人味儿，这个歌叫同手同脚，同脚，你完全可以唱铁手铁腿。我觉得你也挺适合唱光良的歌。本来我也想准备唱光良的歌。好，就是嗓子我还觉得还是有点薄。对，该厚的时候没厚起来。唱的时候投入一些，然后太认真了，你的声音都不太流动了。很要自然一些，像你平常说话一样。好，谢谢评委老师。好，谢谢，加油。好，来，有请这位选手到我们的领奖区。其实我觉得唱的还是挺深情的啊，而且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你演绎的挺好的。谢谢。真的不是夸您，这是实话实说啊。你的演唱时间呢是79秒，你将获得从我手中抽取奖品的